脑梗死主要是由于供应脑部血液的动脉出现了粥样硬化和血栓形成，食管经狭窄甚至闭塞，导致局灶性急性脑供血不足而发病。所以，脑梗死能否治愈及愈后如何，取决于梗死灶的大小、所发生的部位、治疗时机是否及时及后期的康复治疗是否得当。很多患者在卒中后会出现卒中后抑郁。应观察患者心理状态，加强心理疏导。患者呢存在偏瘫，要坚持康复训练，预防跌倒。卧床的患者呢要预防肺内感染、勤翻身叩背，预防褥疮形成；活动患肢，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。有吞咽障碍的患者应合理膳食，预防噎食等症状。患有脑梗死的人能活多久呢？轻微的脑梗死啊。是不影响生命和生活质量的，主要就防止它复发，提高你生活质量。要是大面积脑梗死和脑干的烟髓梗死，起病急，发病快，病情严重，可以短时间就可以导致死亡。